戏啦，啊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你有看到我哎，没有，偷听你对歌啊！哎呦，太好听了，谢谢你。好讨厌哦，一定要突然出声。没有听到声音哦，没有，我刚刚没有，因为我很 focus 在练歌。难怪刚没有发现我。没有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轻轻的来，我又轻轻的走。老公，我就轻轻的拜拜。拜拜。七海斗龙，好不好？看神哥的握法，很像很长握长长的东西。啊，我加两秒大加九只，大加七只。嗯。一点零点一，一点零点三，等俄罗斯快中心连地主新闻点，以前一只红星点红星老师一百八搞会人，这点二楼的这点七。好，大加。还有，神哥常常被要签名吗？对呀、啊。那有没有什么签过什么奇怪的地方？女生的，哇，眼镜，真的，这你等一下，然后他跑到厕所，他出来，我说真的要签，还烫烫的，真的，我就说，嗯。沈哥喜欢男生啊！哎，上次我们不是有亲一个，亲一个，第一个有没有？刚刚沈哥说，哎，我们不是有那个，上次有拍戏啊，我们有亲一个。Oh my god！ 真的假的？我们亲到还是借位？借位，怎么借？咱是没有好结果。人咧讲，长痛不如短痛。我看，咱也是分手吧。啊？你分手？嗯。我分手。你讲啥？我不爱呀！我不爱呀！找一个人鼓掌，我们不爱吵别人嘛，哦，唱啊，就要找我鼓掌。真的假？你搞又去啊？结果他这样做是对的，才达到效果。做事错啊，对啊，因为你唔爱咧唱，对啊，唔好听。于大哥足正常，嗯，就很正常，对，就是好听啊。对，好，安尼，李大老师，我刚过去，唔当谁哦，靠，要给。做事好，对不对？好，温生说好。对啊，好啊。李老师，温生说好。哇。幕后花絮，我们下集见。